脸的时代，漂亮的水坑也能当网红。大家好，我是贾老师，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个新型的湖，这个在爱尔兰梅克隆国家公园里头。然后，我们走吧。Vlog 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一个画了眼线，一个没画眼线的不平衡小谭。阿莱克斯、阿岛、汤米，黑色的河流只有爱尔兰才有，享誉世界的吉尼斯啤酒就是用这河水酿造的，这也是都柏林这座城市叫做黑水潭的由来。咱的路程还是挺远的，所以咱们开整。开沈阳的，我去！这几天都下雨，路非常不好走。这是安定特点的，基本没什么树，下雨下的路更难走了。这是我爬过这些山挺多回，这是头一次，我觉得这个山挺难爬的。一个半小时，终于爬到了。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坑子就在爱尔兰的威克隆国家公园，它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湖。这个水坑长了一个好形状，所以变成了网红的打卡地，而且很多电影都在威克隆国家公园拍的。感谢 Alex 帮我们拍的照片，大家关注贾老师，我们下期节目更精彩。